历史上新朝代建立都是团队努力的结果，最厉害的开国团队是哪个呢？小编总结了个人认为非常厉害的团队，秦始皇第一次横扫六国统一了中国，刘邦带领张良、韩信、萧何这一帮创业团队打败了西楚霸王项羽，第二次统一了中国，刘秀手下云台二十把将在西汉末年群雄而起的年代，第三次统一的中国，刘备、孙权、曹操虽然也都是一代枭雄，但是毕竟没有统一全国，只是各霸占一方，所以在我心中还不能和开国团队媲美。而晋朝是毛朝篡位得了天下，所以也不能和开国皇帝相提并论。杨坚五胡乱华，天下大乱后第四次统一了中国，李世民虽然也是谋朝篡位了大隋的江山，但是李世民是打下来的河王莽、司马昭这种直接篡位不一样，所以也很厉害，可以和其他的开国皇帝比一比。赵匡胤五代十国之后天下大乱，第五次统一了中国，有点像李世民是毛朝篡位了柴荣的江山，但是整个天下也是赵匡胤打下来的，所有也很厉害。成吉思汗一代天骄，蒙古的神话般的人物，差点统一了整个亚洲。朱元璋第七次统一了全国，消灭了元朝。清朝的努尔哈赤本人认为是因为如果不是吴三桂投降，当时的机缘巧合，清朝那点人再厉害也不可能统一全国，毕竟南明还在，所有满清本人一直都是藐视他。如果秦始皇、刘邦、刘秀、杨坚、李世民、赵匡胤、成吉思汗、朱元璋都各自带着自己的原版团队，并且每个团队都是200万正规军队，相同的骑兵、相同的步兵、相同的武器，就是各自团队有区别。